大家好，我们要看一下，我们要看一下钓鱼。看一下，我们今天又要来玩钓鱼游戏啦。我们是第二集哟。今天要来，但是这个不一样。今天要来玩什么派对的模式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是不一样。今天玩这个王牌钓手派对。好，我有没有玩过？坏人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喽。在哪？王牌钓手派对模式。我们玩那个。钓鱼大会应该跟那个差不多，我们玩迷你游戏好了，好不好？迷你游戏对决，选择 CPU， 因为我们三个人，所以要选一个电脑。在这边四个人哦，三对一。钓鱼迷你游戏，四对，请游玩喜欢的迷你游戏。我要对战，你们要不要选一个？我们每个都玩过一次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就先玩这个捞金鱼游戏。那个我会。好，准备 OK 吗 ？OK， 按这颗。OK。他刚有说明，我忘记看。哎呦，捞金鱼游戏哦。哎，哦，要走了，我也不会。好像应该是控制这个方向吧。然后呢，按这个。我不知道要不要按呢、欸。要啊。电脑是太快了吧？捞是捞这样捞。哦。可以吗，妹？我一次抓两个。大量的金鱼，要抓金鱼才高分。我一直抓金色的。厉害哦！喂。而且它范围，它是范围，它不是网游。嗯。对但是范围，根本没有控制啊！哦，你直接捞。对啊，来，我这样是几分？哇，电脑第一名，我们还没搞定。59。他说这样子移动。哦，那这样。然后按上面这颗，我觉得可应该可以用打的吧。按下面这颗可以干嘛？好，准备了。你们按上面的才是打、哦，然后移动，这样移动，哥哥可以吗？你是几号？按几号？按比较上面也可以。可以用打的，不好难打。我每次一直按，然后一直摇，一直撞按，这样子，哥哥一直按，一直按就对了。哇，一直按就对了，随便乱打。哎，不要让电脑赢了。哎等一下就会有。妹妹可以吗？你这种的，金色按下去，妹。妹啊，我还会游来游去。哇，谁按到金色？哇，下面好多金色，上面好多，很多字的，越来越多字的。我乱打。连打挑战最高分，一直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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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啊，你们有一只啊？我加十分。加十分啊！我加十分。所以，我又是最后。谢谢，我按比较快啊，一定是我第一的。我按很慢。不是你们嘞，妹妹第三。我也很快。我一定要站着，我忘记站着，会出局。钓到会出局的鱼就会被那个灯笼鱼咬。我会有那个灯笼鱼，灯笼鱼出来了。我先拿那个。谁先开始？电脑先。会出局的。钓上这个就会出局。哦，哇，那这个太难了吧？你要记哪一只是不是？哇呀！可以啊，电他电他，好。哦，还有不是，根本就已经搞混了。我已经搞混了。我已经搞混了，我已经记不起来。你就念的是？是吗？应该是。
往那边转，那边转，那边转，加油！电他，可以电他。换你，换我是不是？对，我好难进。哦，他又给我们指示了。哎、欸，他跑快、哦，好快哦！不要贴贴这，万一让我掉后面，对、不要不要指我看不见了。我爸爸，哎呀，没事。好，换谁？换电脑。我等一下会被吃。这个蛮好玩的。我等一下会被吃哦。是啊。哦。他是不是钓到了？会出局的鱼。谁？不是，不是电脑。哎、欸，他钓到了。谁钓到了？是啊。那龙鱼真是生气吗？哎、欸，我们三个第一名呢！哎哎哎哎，电脑输了，对，电脑输了，电脑输了。要吃他的话，喂鱼是按这颗，上面这颗，那个，然后可以选择海豚，可以这样子换，换你想喂的鱼，然后再按这颗丢出去。就三次机会，可以一直按吧，快点喂它，喂它，喂它。这边这边这边，怎么用啊？就直接按就好了，它会锁定。阿里，你是什么颜色？可以啊，一直按就对了，一直按。妹妹加油啊！加油啊！一直按就对了。金色的比较高分。哇，这电脑变得太强了。我是十分，六个都不知道。我第三啊。我第二名。因为我刚刚站在那个转椅，因为我刚刚不知道控制方向是不是？我刚刚就一直看下面了。他说要闪避那个箱子，会不然会被鲨鱼吃。如果是鲨鱼就会掉鲨鱼。对啊，鲨。没扣。来喽。我是黄色，你是什么颜色？我是蓝色。要吃吗？不行不行，这是控制方向的。这是控制哦，用这个要转这个，对吗？可以吗？转然后跳，可以推人吗？不行啊。推人吗？不行。然后嘞，再来嘞，最后阶段挥动你的摇杆，挥动摇杆，这样挥吗？这样挥吗？哦，突突突冲啊！哦，最后是冲刺，摇得快的人会冲得较快。谁输了？绿色是谁？电脑。我就要谁？移动你的乌龟，然后按这颗可以加速，可以把别人撞飞的加速啊！把别人撞出去就赢了。移动摇杆，把别人撞出去，我是几号？我都忘记。我是一号。哦，很难哎、欸。啊，我已经飞出去了。我跟你的飞。跟。哎，还是可以玩。撞出去。啊。哦，掉出去还是可以再回来。我加速啊，怎么看起来都没有在加速啊？有啊，有机器啊，有机器动力。紧张到最高点。撞出，把别人撞出去就加两分。哎呦，可以，那我自己掉出去算吗？你掉出去，没有。你们怎么都自己飞出去？太滑了，真的很滑。撞出去妹吗？蓝色的。机器撞到人会飞到外太空。我跟电脑第一。因为我一直机器撞到别人了。是啊，我好像也有自己飞出去过。我也是啊，我就你们都自己飞出去。我就机器，然后撞到别人，然后呢，我就自己飞出去了。那我别人都没有飞出去。那我了。好，目标下沉的时候把它拉起来，叫这是吊子的游戏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好，对啊。把人撞一下，可以直接开人，不要太痛快。来喽。这是什么超级钓竿？下沉的时候就十号钓竿。如果这个浮标下去了，就要赶快。第一名的大白鲨加三分。紧张哦，你们很紧张是不是？拉起来。我怎么没拉？拉起来啊！
我家、哦、我家带白鲨。有那么大只哦。明明有。再次再次。这是什么世界？一震动就要拉了。好的。会玩了吗，哥哥？啊！我第一个。电脑好慢哦。对啊，电脑怎么了？哎，是要沉到最下面才。哦，是啊，我以为是一震动就要拉了。对啊，它是要整个下去之后再拉。我刚刚都是轮胎哦。我垃圾。记得那个浮标要下去的时候才拉。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我已经。要整个下去。下去才拉。哦，这是什么鱼？王牌机械大宝鲨。我叫乐色。对啊，你们要看那个，它整个掉到水里面的时候才拉。可以去玩是吗？它会指定你鱼要钓哪一只，然后看谁先钓起来就赢。对啊，它会指定你要钓哪一只，然后大家要去抢那一只鱼，看谁先钓起来。金钱鱼。金钱鱼是哪一只、啊？是谁知道啊？这钓哪一只啊？鱼的话应该不是乌龟，所以随便的啦。我随便钓、欸，被电脑钓走了。那电脑一定赢的、啊，电脑都知道。赶快抢！哎、欸，我钓到了，随便乱钓，根本不认识啊。巨口鱼，巨口鱼，它的嘴巴很大，巨口鱼。我上次有钓过，我知道是哪一只。你知道是哪一只？但是这里呢，完全没有。对啊，这里哪里谁嘴巴那么大？哎，不正确。我觉得是那个蓝色的。是吗？也是上面有个蓝色。哎、欸，妹妹钓到了。我看到了，妹要一只。加油加油加油！青蛙鱼。因为钓了很多人，哎、欸，谢谢，随便乱钓，哦，玩这个要很，钓到了真正的鱼啊，是啊，对啊，就这样，哎、欸，我不小心第一名了，随便乱玩，根本不认识啊。他说这个可以丢出去，然后他会撒那个网，他会把鱼抓起来。哦，那还是铁抓的，对，他就会抓了，他是这样子网子，哇，这个乌龟那么大是怎样？沙网从鱼中出现的鱼，金鱼能金色的鱼最高分，可以吗？要丢准一点哦，它有啊，地上有啊。我没有看。哦，这边乌贼，章鱼，哇，那个金色的在那边，快点快点抢，快点抢！我觉得先抢一个再说。哦，宝藏怪物登场，瞄准，抓它，抓多一点，抓多一点，抓一直抓它就对了，瞄准它的龟壳，对啊，哇，其实有点难，对啊，几分几分？我二十，我知道了。第一名电脑太厉害了，卷线。他说就是只要卷线就好了。卷线。只要一直对对对，你就是转。这样子吧。就可以抓鱼。Hello。转了。出。看谁先把那个。看着先把鱼钓起来，一直转就对了。高速，哥哥你是可以。我是红色。啊！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哇！啊！是啊。加油啊！哥哥你可以往前转，会比较好转。我们三个都钓到了。加油加油！我快要来了。加油！哇！钓到了。是怎么玩？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二名、第三，抓好时机，收起水中的鱼。加油加油！赢电脑啊！我抓到了金色。
掉一只。哦，所以哥哥可以用转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可以用这个。哦，好多金色的，赶快捞，赶快捞！万两黄金海龟，赶快抓，赶快抓！这个加分的。我一次拿两个，对。我一直拿黄金的。哇，好多只哦！我一直拿黄金的。对。哇，哥哥蛮高分的。又一张，我一张，快点看看。我第二个很好吃的。厉害哦！我第二名。厉害哦，赢到电脑就对了。我第三名，电脑第四名。电脑第二名，对。我第二名。厉害厉害厉害！喜欢这次的这个是什么派对游戏吗？对。钓鱼。很丑啦。啊，觉得好玩吗？好玩啊，派对游戏也很嗨耶，啊，记得点赞订阅哦，不可以，可以，啊，拜拜拜拜。